随着暑假的到来，各大卫视除了不断推出各档全新的影视作品和综艺节目，对于一些经典好剧的翻盘播出也是十分在意的哦。除了那些已经播出数十年之久的老剧之外，最近被翻出来的经典剧中，话题度最高的莫过于后宫争斗剧的典范《甄嬛传》了。想当初，这部电视剧可是孙俪刚刚结婚生子之后所被挑中出演的第一部大女主戏哦，而咱们的孙俪凉凉也果然不负众望，带领一大帮既有颜值又有演技的演员，例如陈建斌、蔡少芬、蒋欣等等，将这部剧打造成为了电视剧史上的一大经典之作。作为中国古装宫斗剧的精华之作，《甄嬛传》里每一个嫔妃的角色都相当深入人心，这么多风华正茂、性格各异的美女们都是围绕着一个男人皇帝而生的。但是作为万花丛中一点绿，皇帝的扮演者陈建斌显然并不是十分的享受。最近出演号称是《甄嬛传》续集《如懿传》的女主演周迅，就和《甄嬛传》男主皇帝的扮演者陈建斌一起登上某档综艺节目，其中就正好聊到了陈建斌在《甄嬛传》中出演皇帝的故事，就连一向比较古灵精怪的周公子都不由得大赞陈建斌将皇帝同时被后宫及国家大事所恼的烦躁心情完美的诠释了出来，为此十分钦佩，他演得太好了，因为他烦啊，他丑。